烧饼、曹鹤阳、彭与豆之间的较量有没有让你捧腹大笑？红鲤鱼，鲤鱼，鲤鱼，啊！因为我是在背后默默付出的男人，他的肉都长到我身上来了。山鸡面王的吹面技艺惊喜到你了吗？有了这个绝活，我就高低我就干个庙会去了。袖珍小仙女的温暖声线是否已俘获你心？我是被上帝咬了一口的苹果。走进不同的家庭故事，分享幸福生活的家庭秘籍。今晚9:10，家庭欢乐秀，匠心制作，温情上映。准时约会了，我是主持人米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欢迎现场的121位欢乐家庭成员，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一直以来的支持。是的，我们话不多说，赶快请出今天的明星队长吧。是的，他们呢是来自德云社阳光帅气的青年相声演员烧饼曹鹤阳和他们的爸爸妈妈，掌声有请。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烧饼。你好。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曹鹤阳。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烧饼的爸爸朱文广。大家好，我是曹鹤阳的妈妈，我叫董向梅。谢谢大家，欢迎支持曹鹤阳的战队。现在就开始拉票了。我要是现在就拉起来了。那可以浇灭，可以浇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对不对？对，哎，那上次是他们战队赢了，哎，让给他们，让给他们。这次呢，还让吗？哎，看看再说，看看再说，慢慢来。对。接下来，让我们用隆重的掌声送给四位，请四位步入。嘉宾席啊，不是，我以为步入婚姻的殿堂。好的，那两组明星家庭都已经就坐了，那接下来他们派出怎样的队员呢？小敏，咱们先来。首先来说，请出我们第一家是长春的关东阿宝一家，掌声有请。有请。烧饼，咱们的下一组家庭是谁呀？还有第二组家庭，就是我们的山西面王一家。好的，掌声有请。好的，烧饼的战队都已经集结完毕了，那接下来曹鹤阳战队，好，精彩的就来了啊！首先我们队要请出的是从广东大老远跑到我们东北来录像的韵一一家，有请。
来呢，第二组家庭。第二组啊，第二组是江苏无锡来的易云小生组合，掌声有请。接下来就要比拼了，谁先发谁后发，这是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不是问题，你看今天咱们请了两位都是相声演员，对不对？这个嘴皮子是不是都特别厉害？那当然了。那咱比一下绕口令，这样我为两位都已经准备好了，咱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来，哎呦，哎呀，吕小绿养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李小丽养红驴与绿驴与鲤鱼。我觉得咱俩好像说不了了。我觉得不行啊，但是这一行都说都够呛。对，这两行要说几遍来着？要说五遍啊。要说五遍啊？对，两个人比拼一下速度啊。就一定要说你们这个绕口令吗？啊，对啊，一定要说这个。其实我自己有准备好的绕口令，我先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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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就不行，就不行，就不行，就不行。五遍我觉得有点多，三遍就差不多，我觉得。三遍啊，三遍就行，我觉得五遍也有点多哈、啊。那三遍就三遍嘛，是来，对对对，导演来掐个秒表啊，准备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来来来来来，三二一，开始。吕小绿养红鲤鱼，绿鲤鱼与驴；李小丽养红驴与绿驴与鲤鱼；吕小绿养红鲤鱼，绿鲤鱼与驴；李小丽养红驴与绿驴与鲤鱼；吕小绿养红鲤鱼，绿鲤鱼与驴；李小丽养红驴与绿驴与鲤鱼。好，停。三遍、来，导演告诉我多少秒啊？15秒，十五秒啊！哎，这还是慢的呢，平均5秒钟一次。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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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饼有压力吗？哎呀，没有，没有什么压力，说不上来也不丢人，没有压力是吧？三、二、一，开始。他赢了，这就认输了。让他们先来，主要是我们上回都是我们先来的，咱们也看看人家战队什么样，我们这边好出对策啊。那我们就不客气，那我们就先发了。好，好吗？那我们第一组就请上我们广东来的韵一一家，掌声有请。有请，请二位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一，来自广东，今年28岁，我是姐姐。Hello， 大家好，我叫黄建桥，我是。今年21岁。哎，不是我没听错吧？刚才他说他是姐姐，他是弟弟。哎，这个不应该是哥哥和妹妹吗？我是姐姐。真的是姐姐啊？嗯，对。对。可能我是被上帝咬了一口的苹果吧。哇！是为什么导致成现在这个样子呢？去医院检查的话，医生说是脑垂体发育不良导致的。哦。什么时候发现的？确定去检查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23岁这样子。这个有什么解决方法吗？治疗方法？有是有的，就是尽早发现、尽早治疗的话，现在这个医术是可以的。但是我现在这个期段的话，已经有点为时过晚了。嗯，对，已经骨龄缝合了。那就是保持10几岁的这个。身高这样子的、那如果说只保持10几岁的身高，是不是面容也会保持10几岁的样子？会老得慢吧。就现在一些小姑娘说，我永远都要18岁，永远都要17岁，我们都要永远年轻、好多老年人都盼着返老还童嘛。是、其实这样的话，真是延缓衰老挺好的，真是。对啊，也挺欣慰的，就是这样子说的话，就觉得自己应该是长得还不是那么的着急。确实长得不着急，像个小仙女啊。是，你看姐姐跟我们说的时候这么的开心啊，这么的开朗。对，这么的开朗。那弟弟有没有看到姐姐不开心的样子啊？就是我小时候吧，他应该是上学回来吧，应该也不知道，可能在被同学欺负怎么了，就回来一直在家里闷闷不乐的。那时我也不好去问他怎么回事，就这样看到姐姐的一面。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在6年级，对，然后我就提前回来了，我就回到房间我自己哭，然后我爸问我，我弟弟在一边看着，我爸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了，就那时候是被男同学欺负了。我觉得当你看开了以后，然后我觉得能够健康平安地活在当下，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挫折的话肯定就会比别人的多，
但是我觉得我照样努力的话一定和别人是一样的，甚至于我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我会比别人更优秀。那现在姐姐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做的比较多，然后平时的话主要是那个服装跟美容，有自己的店面。然后的话也会做一些模特啊，出来演出啊什么的。收入应该还可以。还可以吧。是，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不光是像韵一样，我们生活的处处都可能有一些挫折和磨难，但是都要像韵一样能够积极勇敢去面对它，这才是我们通往幸福的一个捷径嘛。是，当然幸福的生活也离不开家人的相互扶持相互帮助啊。那今天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给大家呢？来自广东的话肯定是给大家带来一个粤语的歌曲《月半小夜曲》，送给大家，掌声有请。战队呢是曹鹤阳战队的家庭，那接下来烧饼，咱们派出哪一组家庭应战呢？我们这边派出的是由我们长春本地的阿宝一家，掌声有请关东阿宝，有请。
现场的好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谢谢大伙儿热情洋溢的掌声。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关东阿宝，今年30岁。常言道三十而立，也该到成家的年龄了。最近呢，这对象没少看，从18的到60的基本看个遍。哎，没有相中的。前两天朋友给介绍一个，说这个长得比较漂亮。我琢磨着头一次见面，咱浪漫点，吃点西餐。一会儿来了呢，大伙儿帮把关。你们要是觉得行，咳嗽一声就行啊。那个各位老铁帮帮忙啊，咳嗽一声就行，好不好？我估计这一点应该到了。那个是王哥介绍来的不？是。那个怎么称呼？我叫四玉。四玉。啊。如花是我姐，我叫四玉。你比你姐如花长得漂亮。那个来，跟大伙儿认识认识，让大伙儿瞅瞅，行不行？妈，咳嗽挺严重啊。来来来，快点，大妹子，快点坐来。那个，家住哪儿啊？我家离查干湖不远。离查干湖不远，那不远是多远？也就800多公里吧。那不远，那不远。怎么来的？坐飞机。哦，我也坐不起。嗯，现在不都讲究低碳出行吗？对对对，我开车来的。真能闹，开车那叫低碳。你看你还不信，大哥？你看我这车钥匙我都拿来了，你看我这车走哪拎哪，看这车钥匙。哎呀妈！看我这车。哎呀，看这底盘子，杠杠的。走。走，那个走咋走？我这行了，咋还飘上移了呢？好了，别玩了，那个开车来的，你就说你走着来就得了，你这真能闹。那个今年多大了？23了。哎呀妈呀，20就有3个孩子了？大哥，你我俩搁这崩坑呢？那我要说10有8，我10岁还得有8个孩子。不是，就是说这意思。那个家几口人？我家4口人。四口啊。都谁？我爸我妈我还有个弟弟。这不3口吗？4口。你看，我爸我妈我还有个弟弟吗？3口。那怎么能是3口呢？你看啊，你妈你弟弟，这不3口吗？对的，你不没算我爸呢吗？你要算我爸，我们家不就4口吗？我没算你爸啊，我要算你爸，你们家就4口。我算他爸，要不得。干啥呢，大妹子？城里套路深，我要回农村。农村道太滑，人心更复杂，赶紧回来。跟你开个玩笑呢。长点心。那个服务员点餐，你这脾气呀、啊，哎，你真得改改。哎呦我的妈呀，这服务员长这么漂亮？你好，先生，我们都是按照吉林卫视主持人标准来选拔上来的。哎呦妈呀，真漂亮！来来来，来，先生女士，你们点点什么？我看看啊，来来，妹子你先来。哎呀，我也不会点，你来吧，大哥。那个女士优先嘛。女士优先，你这点啥呀？那随便点。啊，那我不用这玩意儿。嗯，给我烤俩羊腰子，10个金皮子，5个鸡爪子，2个猪蹄子，2头大蒜，1碗疙瘩汤。不好意思，女士，我们是高档西餐厅，没有你要的那种。那你给我来碗大米粥吧，越稀越好。妹子，要我说，咱俩喝白开水得了，还养生。你给你要不会点吧？你看哥点，你这真能闹。给我来2份披萨。好的。2份牛排，再来1份水果沙拉，1瓶红酒。好的，您稍等。谢谢。那个大妹子，你平时喜欢逛街不？逛啥街呀？我们那就是赶个集。啊，对，赶集。嗯。赶集都买点啥呀？买点鸡崽子、鸭崽子，抓点猪羔子，到秋一卖，挣点钱。对付生活。正经过日子人呢，这真是正经过日人呢，我觉得。那个这菜还没来，哎呀，来了。先生、女士，您的红酒到了。啊，先上这酒哈，谢谢美女啊。那个来。咱们初次见面，小酌一点。大哥，你看我这喝不了酒啊。那个没事儿。我这一喝多了愿意开玩笑。大哥不喝酒也开玩笑。
不是，我怕我这一喝多了就把持不住啊。不是，没事，大哥能把持住。来，真的喝不了，大哥。初次见面，你喝完脸通红，你怪不好的。你说你，哎呀，这也挺生猛的。哎呀，这酒太有劲儿了。哎呀，不错，这酒这真不错。先生女士，您的餐点齐了。好好好。哎呀妈呀，谢谢，这也太丰盛了。来吧。啊，请。哎呀。哎呀，服务员啊，还是给我来双筷子吧。好嘞，来双筷子。那个大妹子，我一瞅你以前这是杀猪出身呢，这刀法不错呀。谢谢啊。不是，人家挺干净的那筷子，你这么一整倒完了。来来，吃吃吃。啊，来来来来，喝喝。那个好事成双，再来一杯。哎呀妈，我这真喝不了啊，大哥呀。没事，来吧。怕我一喝多真把持不住啊。有啥把持不住，大哥能把持住。你再到东北来，你这就喝就完事了。你就，哎呀哎呀，大哥我敬你一杯。啥也别说了啊，老妹儿初次见面你就整得这么丰盛。来来来，我敬你一杯。大哥，不是，这酒是假的咋的，劲儿这么大呢。哎呀妈呀，大哥我跟你说啊，啥也别说了啊，来敬你一杯。不是妹子，咱吃点啥再喝呗，咱们这么容易整猛了啊。来来来来，要我说真的，你看你这你哎呀，大哥，要我说咱俩换两拳呗。那个、东北划拳会不？不是，那个在西餐厅划拳呢不合适。哎，咱就玩个气氛，这咱哥俩互动一下子，划拳哥俩好会不会？来，哥俩好。再说我也不会呢。哥俩好啊，五回手啊，六六六啊，八匹马呀！大哥，你跟我俩石头剪子布呢？你看我都说了，我说我不会划拳嘛。那你不会划拳，你给妹子唱首歌。不是，咱这个西餐厅不能打扰人别人，知道吗？哎呀，你看唱歌到底行不行啊？这嗑唠的还我行不行？你大哥我这辈子就两样不行。哪两样？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拉倒吧，大哥，我看你是根本不行。谁呀？我就下去找个人跟我俩唱一会儿。我一瞅你不行。谁能跟你唱？你这还谁能跟我唱？你看，哎呀妈，这寡说广东来一帅哥，他就是帅，你知道吗？不让我这哥们给我唱一个。大哥，你给我唱首歌行不？你那个别打扰人家，人家搁这个观看节目呢，你这干啥？这不就是互动一下子吗？是不是？你不会唱，我给你唱。看着我的眼神。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男人，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他说的每句话我都会当真，他说最爱我的村。行，哎，干啥呀？你干啥呢你？这是他说爱我的村。人家没吱声。我说你喝点酒，你这酒风真不行啊！我跟你讲啊，你干啥？你咋还不让我亲呢，大哥呀？你咋能这样呢？我还让你亲，你马上都成我媳妇了，那能随便亲吗？妈呀，其实我就是想试试你在不在乎我。其实啊，我也是农村孩子啊，从小啊，我父母把我拉扯长大，供我上大学。我没有别的愿望，就是想把学到的知识回报给家乡，让我的家乡早点脱贫致富奔小康。哎呀妈，好孩子。再说我就娶媳妇就两点要求。哪两点？心地善良啊，再一个就是得有一手农村的致富绝活。哎呀妈呀，啥也别说了，大哥，你总算找对人了。嗯，这两年我在家没干别的啊，干的就是科学养殖，科学致富。是吗？那我栽那大土豆子啊，不下化肥的，到秋都长这个。哎呀，我养的小溜达鸡儿啊，溜达鸡儿知道不？上山吃虫子，纯绿色食品呢。过年过节那都疯抢。哎呀，咱俩在一起要能过日子呀，那日子过得得老好了。妥了，妹子，你放心，大哥，我对我爹妈啥样，我就对你爹妈啥样。啥也不说了，我给我爸打个电话。打电话。哎，爸呀，那个今天把对象给你领回去，我给你找了一个既能干又孝顺的好儿媳妇儿。好啊，等着我。哎呀，妹子啊，跟哥回家。你把单买了啊？我提前已经支付完了都。哎呀妈，真有戏。二位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哈。大家好，我是关东阿宝。大家好。我没说完呢。报山报水的，咱是哪儿来的？你这报上去啊，朋友们都看着呢。报完了再火了再。大家好，我是关东阿宝。大家好，我是龅牙毛毛。那二位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二人转的？
那个我是2004年学的啊，我是2006年。对，他本身比我小2岁啊。那刚开始都是在一起学呗？没有，我比他早2年。实际我在我们梨树县，后来到白城市学，后来来到大学院之后，大学院有学校，他那时候在那进修。我吧来到大学院之后吧，就是大学院的本身演员水平非常高，我呢当演员呢有点稍微差那么一些，对，当学员呢还比学员强那么一些。后来我们老板就给我安排到学校当助教老师啊，就跟他就认识，就慢慢跟人家认识了。那你说你们两个演小品哈，你说你把自个儿整的西装笔挺的那么帅，你看你让人毛毛这干啥？就是分演哪个小品，平时演那个那啥的时候我也挺漂亮的，也挺漂亮的是吧？我是没见过她漂亮的时候。我俩在一起演出吧，要是两个都是俊的吧，就产生不多少火花。而且你说是一丑一啊，你说你说人毛毛扮丑吧，就故意就提一提你，你还真当真了是吧？你说那曹鹤阳有没有这种感受啊？经常逗哏捧哏的，对，那逗哏总占捧哏的便宜，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被占惯便宜了，不占我便宜我心里难受。那烧饼呢？我已经占便宜都占烦了。说的好像就跟我真是他们家谁谁谁似的，不合适是吧？这都已经习惯了，但是为了这个舞台效果、演出效果，所以呢，大家都相互配合啊。啊，我就付出多一点了。生活当中，其实毛毛照顾阿宝多一点，对，他一天我不能自理。您这话说的，那家里养了两个小孩，孩子我也不管，我这基本上都是我在照顾，对，都他管。而且在舞台上，我付出的比较多。是，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生活当中，您付出的比较多。那今天在我们家庭欢乐秀的舞台上，阿宝哥有什么话想对我们毛毛说吗？来，对我说。其实我觉得你还得继续付出才会得到回报。我相信你，加油。哎呀，本来是个挺感人的话，你说又变成小品了。哎，当然这两个人哈，生活当中就是这么的有默契，你搭着我配着，其实这就是爱情，就是两个人相处的一种很好的一种模式。对，让我们再次掌声送给二位。那第一轮两组家庭的表演都已经表演完毕了，那在第一轮投票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请回我们刚才的韵一一家掌声有请。好的，接下来投票的权利交给你们了，吉林卫视情动中国，请投票。爱我的村，快点讲讲去！哎，干啥呀？三、二、一。曹鹤阳战队65票，烧饼战队56票，恭喜曹鹤阳战队。那第二轮呢？谁先发？两位？第二还是我们先来吧？我们先来。第二轮我们决定了，我们不等了。我先来。你自己来啊。对，好的，让我们掌声有请曹鹤阳一家。好的，掌声欢迎曹鹤阳和董妈妈。欢迎二位。哎，好好介绍一下妈妈吧，就是妈妈每次都是啊，希望大家给我儿子这个战队投票。这个其实我真的没有嘱咐过我母亲，结果我妈每次上来都给我拉票。可能是太爱我了，可能是啊。我的母亲叫董向梅，是一名工人啊，退休工人啊。希望大家支持，谢谢。还是希望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曹鹤阳。第四遍了，还是要拉票。我妈是个专业的拉票选手。对对对，哎，今天带妈妈来真的是。对对对对。对了，如果带我爸来，我爸不会给我拉票的。对。曹鹤阳是本名吗？啊，不是，我本名叫曹阳。哦。啊。那曹鹤阳是师傅起的名字？对，因为这个我们德云社这个的学徒排名是云鹤九霄，龙腾四海。我来的时间段正好是德云社招收鹤子科学员的时候，所以说我是鹤子。那烧饼是？他不算，他没有烧饼这两个字，没有字儿，没有字儿。我是那个云字科的，对对对，我没用过云字。那这么说，他还是你师哥了？对，如果仔细说的话，他叫朱云峰，他是云字的，只不过师傅单独给他一名字叫烧饼。他说的没错，这个云字他没用过。师傅比较喜欢吃烧饼。没有没有，我那个名字我觉得
叫朱云峰吧，没有叫那个烧饼好记。我主要是我觉得那朱云峰那仨字不太好写，就是通俗易懂，应该叫一一或者叫点点儿。可能大部分人觉得说相声这个行业门槛很低，其实不是。因为这个舞台上表演啊，就是比较相通的艺术，比方说二人转也好啊，相声也好，脱口秀也好，小品也好，这些行业其实所有的演员在背后默默要付出很多很多，才会在舞台上那几分钟去绽放出来。是，并不是说啊，可能说我这个人表现力很强，表现欲很强，说相声逗乐就行呗。其实不是，每一个演员就是可能要付出5年、10年，甚至时间更长的时间去练习基本功。传统的基础是最重要的，尤其我们说相声这行业。一定要打好底子，师傅才会允许你去上台。那妈妈学相声特别苦，您知道吗？曹和阳吧，他特别听话，他是属于那种蔫儿淘的，不像人说蔫儿淘自己捅着玩。就是我给他举个小例子吧，就是他们因为小嘛要打快板，老师就告诉我说的，你必须让他把板练好了，然后他回家他就偷懒，怎么办呢？我就拿了过去咱们家里有做活那板尺，我就拿着板尺在那比划着瞅着他，他打不好我就揍他，一天平均得1个小时，的确是挺辛苦。但是呢，作为我来讲呢，我就是认为他有今天的成绩也是他自己付出。但是我们不提倡啊，不提倡家长拿着尺在边上盯着，不提倡啊，不提倡。对，得不是，那是看你这个功夫长多少，给你量着。哎，那我有个事儿特别好奇啊，你说这个相声演员不都搭档吗？你俩是谁先挑的谁呀？哎呦，这个我们俩算是一个小故事了，这算，因为我们俩人当初。并不像我们这个行业是互相选择搭档，比方说咱们俩商量，咱们俩一场啊，咱们俩一对儿一块儿试一试啊。我们俩人是在我师父家学徒，我师父在之前的专访里也说过，当时我师娘特别喜欢狗嘛，有一个大院里全是狗，就当时其实按师门的排名，我当时是最小的一个师弟，然后我最后一个到那儿去学徒，然后我们俩人当时都没有搭档。我们俩人都在院里给师娘喂喂狗啊，干个活啊，学徒嘛。我们俩是喂狗的搭档。对，真的是我们俩喂狗的搭档。每天早上9点钟，我们俩人一块起床去喂狗，好多狗。我负责从狗舍里边把狗牵出来，每一条牵出来6。他的任务是给狗做饭，他每天给狗做饭，然后我这边遛好了，他出来放饭。那时候没有别的学徒，就你俩。啊，不是，有其他人，其他人的工作都不一样。当然我们俩现在可以很自满地说，我师娘可能比较信任我，因为当时这些狗啊就是心头好嘛，是他得交给一些比较信任的人。 对，我们俩人还是很省心的。当时今天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今天由于带母亲来呢，我妈这一代人特别喜欢唱歌，哎，而且我妈平时也特别爱唱，然后今天呢想了想啊，我今天就不说了，我跟我母亲一块唱个歌，主要是展示我妈，我就是聋子的耳朵配的。好的，好，掌声有请曹和阳董妈妈。
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和我在长春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没想到妈妈唱的也这么好听。这个我妈选这个歌，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因为我妈这一代人唱老歌唱的特别多。是啊。结果我说妈，你有新潮一点的歌？她说唱个成都吧。我啊，成都行，那我陪着唱吗？我们俩就这么选的成都。阿姨是专业的吧？这个小的时候，因为我父亲也是搞音乐的，我父亲是乐器，我妈是工人，但是我妈好唱歌，这俩人就是因为处理的那个颤音啊，都看见了。这关键是我小的时候听我妈唱歌，我就很纳闷，因为我小的时候五音不全啊，我爸我妈俩人都纳闷，你说这孩子怎么不会唱歌？咱们俩音乐都可以，没遗传了。结果没想到我长大了还行，反正唱的一般啊，但是好歹不跑调了，人挺好啊。那是刚才是曹鹤阳一家带来的精彩表演。那接下来，烧饼，我们要派出哪组家庭呢？ 我们派出的是你的老乡啊，来自山西的面王一家。掌声有请我的老乡山西面王一家。有请。这样的话，把这个黄瓜就在这个面皮筋上切好了。接下来给大家展示练一下技术，就是龙须拉面。Thank you.
感谢山西面王家，我今天拿了一根针。啊、可以可以，我看能不能穿过去。我看能不能穿过去。饼会儿在认认真真的穿线，哇，穿过去了，可以再见去。你看，老公你来吧，你来扒一下，拽一下。哎，对，可以穿三到五个。啊，是真的能穿进去，看空间还有很多，特别的细，薄如细丝。但是我真的眼神不好，年纪大了眼睛花，你知道吗？来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叫李飞，今年28岁，来自山西太原，这是我的妻子。大家好，我叫李佳佳，我也是来自山西太原。刚才还说这个包削的那个刀削面哈、嗯、我看着也是特别的轻快，擦擦擦就削过去了、你学习这个都学了多久一共？学这个刀削面的话需要3到5年吧。那我们不妨现场来学一下。哎，我现场教大家制作这个刀削面。 好吗？来，请二位到我们舞台上来。这个刀的打弯作为45度来削这个刀削面，削出去的这个刀削面是3棱形铝叶状，大家可以看一下。哎，烧大厨来吧，烧大厨。你这玩意儿你怎么这么肥呀、啊？你这个小心手啊！对对对，角度为45度，以直线的方式削就可以了。哎，这个一看家里面就经常做。哎，后边顺畅了，看起来在家会做饭啊。来赶了，来赶了，手感来了，来了来了，挡都挡不住。正经拿过厨艺大赛1等奖。对呀、啊，首先要五指并拢，展现突出这个面的。哎，对，这个、展现突出这个面条，把这两个指头要画里边。这玩意儿不是应该配乐来着？噔噔，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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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出面呀，噔噔。你是拿反了还是怎么的？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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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一点，把刀画平。嘿，45度角啊，你这是平行了。它是用这个打弯处的45度，哎，以直线的。哎呀，吃什么面条啊？有了，有感觉了。你这是疙瘩汤，你这是。刚才不是展示了那个吹面了？我今天就现场把这个吹面这个绝活。就是吹面气球。啊，对，吹面气球。靠这个和面的方法，面其实是普通的面粉，它需要把这个面有一定的配比啊、嗯、就是我今天来了就是把它这个经验传授给大家，来给演示一下、嗯、就是一斤面放5两5的水，5两5的水，哎啊，15克咸盐，15克咸还得买个秤啊。对对，要不真分不出来的。然后醒至半小时以上就可以吹，半小时以上，哎，对对对对、哦、就可以吹了。哎，您试一下。你试试吧。可以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什么意思？玩的多了，头回玩这个。来来试。哦，里边是空心的。哎，空心的，空心的，一定要用力用力。哎，哇，慢慢变大了，气球变大了。来，来，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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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穿了个什么？这穿了个蘑菇，我觉得像章鱼哥。行了，有了这个绝活，我就高低我就干个庙会。好的，再一次谢谢二位啊，谢谢，谢谢谢谢。怎么还带走啊？这个还可以带走啊？可以带走啊？家里多困难，你知道吗？现在我想问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现在是做面点师，在酒店上班，做这个面点厨师。那您是怎么认识妻子的呢？这个的话就是与这个面有关系了，与面结缘了。哎，对对，就是我有一次做这个演出，就是这个面演出，然后他在台下面看，然后我又这么细的拉面，然后就留了个电话，然后演出完以后留了个电话，然后就慢慢的相处，就处在一起了。就是被你的拉面给打动了呗？嗯、拉面只是其中的一项。还有呢？还有一项就是。我经常会去家里面，会给他做一些，不同的面食呀啥，就这样被感动。啊，先抓住一个人的心，还是要先抓住一个人的胃。对、哎、呀，对，有点这个感
那你说您一个人在外面，肯定也经常不回家啊？经常回家，就是经常一般的是顾时顾节的是回不到家的，很少回去。那你说他回不了家，照顾不了家里，你生气吗？生气啊。生气怎么办？吹面球啊。但是也不能怎么办呀，因为毕竟还是要以家庭这个生活呀这一方面还是为主的嘛。还是要多多理解他。对，其实多一点理解是两个人在一起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才能把这个爱情继续延续下去哈。那二位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表演啊，那我们第二轮两组家庭也表演完毕了，那接下来开始第二轮的投票了。在投票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请回曹鹤阳和妈妈。好的，接下来投票的权利又交给你们了，吉林卫视行动中国，请投票。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曹鹤阳战队62票，烧饼战队59票，恭喜曹鹤阳战队！谢谢谢谢，这是感谢大伙儿的抬爱，把票投给我们。但是人家这叫绝活，确实中华的瑰宝是绝技，真是。也希望大家到山西，是吧？对对对，对，到我的家乡嘛，一起去吃面哈。欢迎。那接下来第三轮，曹鹤阳，咱们这一轮胜了，咱们先发，好吧？好，我们下一轮请出的是易云小生代表队。一家不是代表队，一家啊，易云小生一家，掌声有请。有请。大家好，我叫于新生，今年26岁，来自江苏无锡，谢谢。大家好，我叫曹易云，今年45岁，也是来自江苏无锡。那二位是什么关系呢？你猜？姐弟？他是我的爱人。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刚开始这个我们一开始是在朋友的饭局上，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吃过饭去 KTV K 歌嘛，一大帮人，当时他点了一首《相思引》，唱得非常好听，没有，然后我以为就是哎呀妈开原唱了，然后我就悄悄地往边上坐坐，然后再悄悄地靠近一点，然后我听听嘴巴里有声音啊，不像原唱啊，当时就非常非常的崇拜他，知道吗？你先追的姐姐了？我先追的他。他是拒绝的，因为毕竟他和我的年纪相差这么多，我可能作为一个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比较豁得出去。然后我觉得我喜欢你，我就要说出来。是他可能有些畏手畏脚的。我是比较有，就是说 有很多顾虑。对，有非常多的顾虑。我跟他说过，我说我们可以做朋友，做忘年交也可以。我说，然后他说，我们聊的就说挺好，然后呢，三观也比较的，就说关键还是有的聊，就是大家在一块儿还挺开心。之后就答应了。没有，这里面还有个故事，就是我有一次喝多了，然后是朋友的生日啊，然后呢我想让朋友来接我，结果把一条消息就发到他那边去了，然后这里面就产生了乌龙事件了嘛，后来他就特别担心。你是不是早就想发给我了？是不是故意的？不用吧，没有套路。后来我就是觉得，这个年轻人还不错嘛，就说对我也挺照顾的啊，然后慢慢的还是比较感动吧，就说这里面刚开始咱可以先试试吗？是吧？但是对于姐弟恋，两个人相差了20岁，家人同意吗？刚开始肯定是不同意，然后也挺焦急的嘛，然后后来是我姑姑。他虽然年纪比较也比我更大了，然后他可能是比较的就是说开通吧，开明吧，后来就跟我爸爸就说去沟通，然后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两个相爱的人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东西他会去感动到你身边的人，那么爸妈来讲他说只要
因为我一直是单身，爸妈觉得我跟他在一起很开心，然后再加上我姑姑一些那个吧，然后后来就现在答应了。哎呀，真幸福哈！其实爱情是可以打破国界、打破地域、打破年龄的。掌声送给这两位幸福甜蜜的爱人，谢谢，谢谢。场上就唯一剩烧饼一家没有表演了。对对对对对。好，让我们掌声有请烧饼一家。我刚才还和烧饼在这说，我当时叫什么呢？叫猪爸爸呢，还是叫烧爸爸呢？他们我师弟他们到我们家都是叫饼爸饼妈。啊，习惯。哎，对，我们也跟着叫饼爸。可以、啊、可以。为什么要取烧饼？这个名字，这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肯定是师傅起的。对对对，这是我师傅起的。为什么呢？小时候有那个雀斑，然后脸又圆，就跟烧饼像。我当时也是觉得这个名字挺好记。你像人家有的唱戏的，人家叫什么九岁红啊、十岁红啊，咱那阵也不红，所以说等着烤糊，我们这就是等着啊。那刚开始的时候经济条件怎么样？经济条件基本上是可以是空前绝后了。空前绝后，兜里特别空，一点钱都没有，基本上能拿到绝后的状态。师傅不给钱吗？师傅给不给钱？嗯、那老抠了，我跟你说，不是那阵、个、你想我去是学艺，然后呢、嗯、也不是说登台去演出，就包括那阵演出的演员也拿不到什么钱。那自己家里的这个状况怎么样？家庭状况那阵家庭状况那是相当的惨。自认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觉得这个家庭条件不说是这个特别富裕吧，但是家庭就是想吃什么吃什么。在这个90年代初期的时候，是想买什么买什么，温饱富足。哎，对，家里边爸爸都是开生意买卖的，反正一说出来也挺大气哈。这个确实就是没受过什么苦，然后全家为了我学艺到北京呢，就是小时候楼房。是吧，出门坐车、后来基本上就是平房，出门走着。咋的了？这还把房卖了？这是到了北京之后、租房嘛、租不起楼房就租平房嘛、租不起平房就租大杂院嘛，就是、那叔叔为了这个烧饼啊、就学这个相声也付出真不少啊。是的，是确实不少。当时决定啊，我跟他妈商量的时候啊、就是为了他将来要往长远看，有个吃饭的家伙事儿，一定要把孩子培从小要培养。当时我父亲就说这个还是北京还是咱们这个文艺啊比较发展比较快、
然后就决定带着我们就来到北京。当时那阵也举母亲，谁也不认识。12岁，对，是吧？11岁，11岁就到了。对对对，先到了北京，然后就是我父亲，就是通过朋友关系吧，就开始慢慢的找这方面的老师，是，然后也是交了不少的朋友，然后不少的老师们帮助过我。那阵也没有什么正经这个学校，直到后来就是12岁的时候有机会认识我师父，才开始说正式的学这个。网上有一张特别火的照片啊，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来，这边是郭德纲老师哈。嗯，那个小的应该是你吧？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就是我，那就是我。德云社剧场还没有装修的时候，然后在后台拍的这么一张影像，那是当时是我师父跟我大爷正在对活，我们作为孩子坐那边上听着，那小月往那都是偷听，然后才留下这么一张照片。小时候还是个小胖子呢，现在浑身都是肌肉。哇！作为男生，你汗不汗颜？我觉得你们采访这一段时候应该带上我。因为我是他背后默默付出的男人，他的肉都长到我身上来了，是吧？好吃的都给你了。对对对对对，我看到饼爸啊，这个身材也很好啊，是跟儿子经常一起练吗？不经常一起练，各练各。对对，不是，他喜欢到健身房里练。对，我爸属于公园派的，我属于健身房派的，因为他觉得那个健身房啊，空气不流通。他觉得那个北京那公园啊，空气哎流通，就是、外部的这个气候啊，哎对，你是要适应外部气候。嗯，就是像我这一年很少就是说感冒，他不行，他就是有时候一变化，有时候就容易感冒。那从小的时候，为什么这么支持烧饼学相声呢？我喜欢听评书，对这个相声也挺爱好的。本身他不爱说话，小时候不太爱说话，那我就想让他将来一定在语言上要有个充分的提高，是吧？是，在这方面确实很欣慰，就连外头黄牛也跟我表扬他，知道吧？他处理也都非常好。这段就掐了，别播。黄牛表扬我，我爸有什么可美的，我也不知道。哎，完了说什么呢？就是说，他有这个外交能力啊。对，说这个，你看我这孩子，这德云社满员的时候，别人让他别人去借凳子借不来，他到那去领着人家。借10-20，到那就借来。外销，因为德云社最火那阵2005年就一票难求嘛，对，就是200人的剧场恨不得坐个4-500人，但是这4-500人怎么坐进去？大家伙又不闹矛盾，然后又能让大家伙都有座，空道上都那个站着。这个就是个能力问题了。然后那阵呢，我又小，我又是大家伙都在前面帮着我师娘卖票。然后这阵儿呢，就看出我这个外交能力了。这个饭馆借凳子，这家摊毛蛋的，一回头，还有一个没了、啊，表扬他走了，说这个你看，这卖票的时候100块钱破不开，这干嘛没有零钱呢？这怎么办？说让别人去破去吧，让小三儿或者是小月去破去，都破不来。说他到那儿，人都到那儿有多少破多少。想破10块5块，到底要多少能多少？也比较机灵，对，这人缘好，就是这意思。那烧饼现在经常在外面演出，很少回家看爸爸妈妈。那你有什么话想对爸爸说吗？这么多年，其实说实话，我们爷俩这个一直就是觉着我爸做的这个所有的决定呢，都是挺正确的。别看我们家吃了这么多的苦啊，当年肯定是受到好多亲友啊不同意啊，觉得在这个哈尔滨你们过得已经挺好的了，没有必要说放弃一切，为了一个不一定能实现的一个愿望去这么的抛下所有，为了孩子的事业。但是这么多年在北京打拼扎根，认识了这么多朋友，去在北京帮助我们，我们做到了。我希望用我们这种坚持的精神去感动身边所有的人，我们家会一直去朝着一个幸福的方向努力和奔跑，我们一直在路上。谢谢哥哥。是一直在路上，一直不断的前进。那现在看到叔叔衣服都已经换好了，装备已经，接下来要带一个什么样的节目给大家呢？带一个有说有笑有唱有闹的小节目，好不好？好的，好吧，掌声有请烧饼一家。这个谢谢各位的这个支持啊！说实话，这个人呢都得有点专长，我们爷俩其实也不例外。你看我们这个身体这体格也在这摆着呢，对不对？我爸60岁了，
一点不像。不光说身体好，要求这个锻炼得有兴趣。对吧？对，你不能光傻练，练练人家烦了，人家不爱练了。也要有科学性。哎，对了，我爸说这点没错。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经常开始培养，你看我父亲吧，原来对这个乐理啊，对这个跳舞这方面啊，一直条件很次。对，就是在这个节拍啊，节拍上都没有感觉。但是有这个坚强的这个意志力，没事就在家练这个舞蹈。得亏那阵儿我们家住的是平房。住楼房非得干楼下去，我跟你说，真的。我当然说那倒不至于。说实话啊，我觉得夸张手法。这个舞蹈来说，还得说是年轻人，老年人毕竟没有咱们年轻人接受这个新鲜事物那么快。这点不一定吧？您看您那老还老不相信。您看我，您学一个舞蹈得学多长时间啊？我学要学一套整套的舞，起码要仨月。你看看，你看仨月，年轻人快。两天对了，那我得看看你，你看看展示一下，我看你要是不相信咱们就现场比试比试。音响老师您给放个音乐，咱们现场就跳。安高阳站停，安高阳慢安高阳慢转，沙拉里的心动。哎，我就现在就缺一个女的舞伴。哎，怎么样？哎，爸，看着咱儿子这节奏，就踩这点儿，在不在拍上？啊，在拍上。在不在拍上？咱太简单了啊！太简单了。简单吗？没什么艺术细胞了。这音响老师放的不好。放的不好。他放的不好，你这曲你这曲儿你这曲儿人家得有个女的，人女的跳一个有技术含量的，我看看。这还不行，这还不行，这不得谁都会八十多岁老头这样走，不是这事他都能走。你别着急，这不是让你看看由浅入深吗？这不是先能踩上拍吗？你是先得跟上拍吗？啊，对不对？舞蹈嘛，你再来一个，先得有拍嘛，技术含量高一点的。你这是慢的，有快的呢。我年轻人不跳那街舞嘛，对不对？咔咔那个街舞，那个老师，你再给放一个那个咔咔。一般，这一般，曲儿多好，一般，曲儿多好，这曲儿是不错。这左右肩膀动那个小节奏，小节奏。是，你那是啥？你现在年轻人谁上舞池里还跟人这跳的？不得让保安给架出去，你这玩意儿，对不对？这技术含量还是不行，太随意。那你老说我这不行，我出去朋友聚会玩个够用就得呗。那咱老说没有艺术含量。你有艺术含量。哎，你看看，我给你展示一下。你来，回来，我看看老头。音乐，我再看看，咱看六十的跳什么样。来。这是爱尔兰踢他，这什么什么哪儿的地儿？爱尔兰踢他，爱尔兰，对，爱尔兰踢他。哦，爱尔兰踢他，这个大河之舞，其实我爸也会跳，在家经常跳这个。楼下的老邻居老敲门，以为我在家打快板呢。但这个也不也是踩点吗？我不刚才不也踩上了吗？踩点是没错，但是你要有技术含量，能登上大雅之堂。你像你这个，哎，这个。这老头他都晃荡晃荡都能走。你说是隔壁的大爷笨人不随的晃悠走，你老给我往那儿支什么呀？这观众同志们，你看哪个技术含量高呢？那你要那么说，是不是？那你不用别人说，我都说你那技术含量高啊，对不对？起码你得鞋贵呀，对不对？你还有吗？还有，让你再深入的看一下。好家伙，这公园没白去，你看见没有？音乐。把衣服还得脱了，给咱亮了架势，你看这。
六十的老头老当益壮，文娱生活说明了咱们祖国现在的发展富饶，才让咱们这个老年人有足够的时间出去上公园玩去，多棒的老头儿！不过跳也不太好，因为这地有点滑。希望大家在座的各位父母也能像有点没太展开，也能像我爸似的有这么一个永葆青春的这么一个心态。谢谢各位。太精彩了，叔叔身材是真好，是吧？嗯，吓人不？就那胸肌，吓人不？不敢了。好的，在第三轮投票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请回易云小生一家，掌声有请。好的，接下来第三轮你们到底会怎么投呢？吉林卫视《情动中国》，请投票。曲儿多好，这曲儿是不错。这左右肩膀动那个小节奏，小节奏。你那是啥？你现在年轻人谁上舞池里还跟人这跳的？不得让保安给架出去，你这玩意儿。三、二、一。朝阳战队58票，烧饼战队63票，恭喜烧饼战队加一分。现在朝阳比分是2-1，朝阳战队暂时领先啊。那在揭晓网络投票结果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请回所有的家庭到我们舞台上，有请。那现在场上比分是2-1，我们场外网络观众投票较多的一组队伍呢，将会加上2分。那场外网络的投票结果到底是怎样的？等，我有点紧张。上一局留住了是吧？上一局的结果就是这样。上一局就是这，我们先领先，然后被刷掉了。是吧？没事，输了我们就让给他们。哎，又是让给他，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对不对？那烧饼觉得咱们这次还能不能继续？可以让他们拿一回第一，尝尝尝尝站在这个顶峰的滋味。是，不需要那么大方。那到底本场谁会获胜呢？请看大屏幕。朝阳战队42372票，烧饼战队41703票，所以这两分加给。曹鹤阳战队场比分，谢谢，4-1，恭喜曹鹤阳战队获胜，这回心安了吧？心安了，终于心安了，终于心安了。当然了，如果你的家庭也是这么幸福的话呢，欢迎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报名。对啊，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喊起我们节目的口号：家庭欢乐秀，情动中国家，家庭们不见不散，拜拜。凡凡兄妹桑兰夫妇亮相家庭欢乐秀，卡是我的，短信提示也是我的，我老公花钱一分一毛都知道。我就从5层楼高的山上翻下去了吧，整车报废了。母子热舞吉特巴，小夫妻对讲机处对象，杨女婿专业讨好中国丈母娘，爆红手势舞翻唱歌手，更多精彩尽在4月12日星期4晚21:10家庭欢乐秀。